我的愿有一个人在等我，在属于我的六一儿星球，好让我忍着痛也愿意往下走，不快乐至少要有梦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等我，无条件拥抱着我的所有，相遇前我还要翻越多少山丘，话别写太快，请你等等我。好的，欢迎回来月世界。那今天回到神魔三国志，那今天呢算是轻松的愉快的，在我们最后的这个繁星活动里面，其实它比较偏向于转那个占命的部分啊，罗盘的部分这样子啊。那我们来看看大概能抽到几抽这样子，主要看能不能抽好东西啊。最好的东西应该是大便跟这个观音部分，当然圣器之魂跟这个神兵魂，或者是龙魂金魄，我觉得内层都不错啊。那我们先把任务给解掉好了。我这次其实没有什么解啊。那我还有顺便还有要解高招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呦呦，怎么那么？到底蔡文姬算是蛮稀有的，很少看到他。徐晃，这是出两只魏国哎、欸，再来抽。哇，这一抽就只有一张了。一张到底是路数，好吧，那个就领完它好了，那我们就来抽抽乐好了。今天就是愉快的、轻松的看着月世界，然后抽要抽有多烂就有多烂，好不好？我来看一下哦、喔，第一抽，拜托拜托，我们的天灯轰轰轰，哇，轰到一个这个星辰的部分，哇，不是很好、欸、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。再一次，专哎、欸，上次唱七彩霓虹灯有转到好东西，我们再唱一次哦。转吧，突然间差一点，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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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嗯，好像有好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有没有红红红红不亮红红？哎呦，有这个神兵之魂还可以啦。好，再转一次，我们还有两次的时间抽，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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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有我只要看到自选灵异，我都不是很开心，我都不是很开心。拜托，红红红红色的红，哇，紫色的呢，可恶哎，六十个魂哦、喔，哇，这个三十个中了两次是不是？再来一次，进去吧！七彩霓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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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哇，这一次好像不太妙啊！啊啊！轰轰轰！哇，没轰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哇啊！取成的，好，算了，那我们就慢慢一抽一抽抽。这个嗯，好不好？再来。拜托啦，一个红，一个红，红不愣啦！哇哇！继上次那个烧烈马铁烧的我心慌慌之后，这次烧的好像不太好。那47个、喔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换的。这一次啦，如果说有客玩家，应该也是要换这个龙珠部分，因为这次我就比较懒，因为里面哎、欸，其实也还好，里面的龙珠还好，我觉得不见得要换龙珠，除非说你有特别缺哪一颗想要换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哦，可是320个去换一只，其实里面有神许呢，我觉得还可以。然后魔的部分的话，陆逊跟魔国家都出完，曹操也不好抽啦。但我觉得换这个不太划算，如果硬要说的话，看，要么是换外观，或者是拿去换袋子或盒子而已啊。那对我来说的话，肯定是要换这个袋子，因为袋子比较缺。然
然后有剩的话17个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这好烂哦。有剩的话，我的建议是换这个吧，凤冠或者是锦缎，因为这两个在培养的时候比较缺哦。技能部分的话，赏赐是不是还是宠幸？所以比较缺应该是锦缎，锦缎可能要换多一点。那我们就来换一下锦缎好了。换一下锦缎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换什么呢？我们就换这个好了，匠心石。好，再来的话就抽另外一只，另外一只的话，这个应该是结好结满，还没结好结满，又的抽，我们再来抽。这只的那个气运跟我来说不错，上次在这里抽到神群，这次会不会又抽到神群呢？各位观众，神群许褚，好像不是很好、啊。我们换一个方式，拜一下啊，拜。这个我要拜要一只，至少要一只五星的将。很坏哎、欸。高顺，好算了，拜的不是很好，好，再来接着抽。哇，这里就没有双黄蛋了。月鹰，好，不怎么样，真的不怎么样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结好之后，我们来把这个奖励给领起来。奖励领起来。好，我们就接着来占星喽。我们可以连续抽70次，哇！有爽度，不是七次啊，七一次十连抽好不好？一次十连抽，七，转吧，七三逆龙噔，这个有神将令还可以啦，然后有十字星破也可以，哇，没有红色，红不起来啊，再来一次，转吧，七三逆龙噔。哎呦，又是自选领域，很烂哎！哎，欢迎各位在下方分享一下你大概抽到什么。我好像有在群组里面看到别人抽到观音，抽到观音我真的是不太愉快。转吧，七彩霓虹，噔。哎，又是悲剧的感觉，又是悲剧，又慌，轰。哇，烈马铁，伤心的烈马铁，再来十次 ，Ready Go， 噔，神将令还可以，拜托，轰，落日红啊，没有啊，就不给我、啊，太过分了，还有三次。转吧，七彩霓虹噔，战马魂还可以，我断差音了。战马魂还可以，好不好？拜托啦，来一个，轰！哇！啊，讨厌呢，没有哎、欸，我想出去再进来好了，进出出，拜一下，这个。这个拜的不太好，拜一下，拜的不太好，抽一下，换个运气，啊，又是徐晃，哪来那么多晃哥？那我们换个酒，喝个酒，噔，已经三只徐晃了，晃到脑袋有点那个，有点晕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哦，我们转起来哦，转吧，七彩霓虹，噔，拜托，轰，落哦，充满着哀怨的感觉，不然你也给我大便呐、啊，真是的，来了，最后一次喽，噔，
神降魂还可以，因为刚好抽到神降令，拜托，轰轰，哇，紫色啊，神降令，可恶，抽干了没有了。这里的话，七十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28000还蛮肥的啦。我的建议，如果是有客玩家的话，倒可以把地煞给换起来，除非说你地煞点到宝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换这个。那这个账号的话，我再去思考一下换什么好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来去换，再来去抽一下浴室界最后一只，花前月下是不是？这节哎、欸、还没解完，好，再来一次。刚才那金是许褚，好算了，许褚就许褚。我们呢就再拜一次，抽之前拜一次，看有没有拜好东西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拜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三拜拜拜拜拜，一只就好，是给我一只是会死，一只啦，一只。哦，落逊啦，送啦，嘿嘿，送啊！哦，这个有好的开头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个感觉蛮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68？可恶！可恶，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可能是有东西没有解到。来，我们来抽抽看喽，十连抽，第一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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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呀，神降令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来一个好东西，我的大便，说变就变，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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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降令，哎呀，不要啊，轰轰，哇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刚才才高潮过，现在就没办法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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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各位观众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到底？哇，没有红红，哇，红不起来。你就是这样，我才红不起来，好不好？可恶，不行，不愉悦。再来一只魔路逊，没有了，没有魔路逊了啦。欸、没有慢了，这就慢了。嗯，哇，没得抽了，好吧，算了，不抽了。可恶，还蛮爽的，就是了。再来一次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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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哦哦哦 ，yes yes yes， 这本尊抽到就爽了，本尊抽到观音就是爽，好不好？观音就是爽，这样我67个观音。各位观众，我235的，我现在目前是三星的角色，有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四只。我预计应该会把魔董练到13星，但我之后有可能会把曙光给换掉，换成这个可能啊，可能会换成这个张辽，但我要看张辽能不能本尊够不够，因为目前来说张辽只有六只哦，本体只有六只，所以不太够，我还要五只张辽才可以去把它做冰转，因为我必须要把我所有角色在摸金里面可以达到最大效益的部分，去把它抓出来。那属关于在这个摸金里面的表现没有那么强势，所以我应该会。但我发现那个控制那一关的话，张辽去搭配这个我们魔董卓，它有一定的效益出来，所以原则上的话，我应该未来会去思考着去兵转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接着继续抽，我觉得抽到那个已经抽到那个这个观音，我就觉得心就很爽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起爽起来？好，我们再来抽一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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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，没有了哦，招贤令还可以啦，好不好？招贤令，再来一抽，拜托，来个大变就好，变变变，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变变变，哎，有神降魂可以啦，可以可以，有神降魂还不错哎，好，我们最后只有这个了，一抽，哦，神降令还可以。再来抽，人生是充满希望的，好不好？两抽，三抽，哦，各位观众，
观音年初啊，观音年初，好不好？观音年初，来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等等等等等，哦，要连要分开抽是不是？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哦，神将也可以，神将魂不错，神将魂，来点神将魂，烈马铁，讨厌，哇，最后结束了。那我的本尊的话68，原则上我会换袋子啊，袋子先换两个出来，因为我现在那个军师技的话，我快把十兵八，我想把十兵八弄出来，那我大概目前袋子有21的话，我看一下哦。21的话，21乘以25，大概有525个。欸，我很接近了，我记得我要差540几而已，就可以把那个叫什么蛙哥的十兵八阵给点好点满这样子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现在输出真的有点不太够，在轰第二回合去轰别人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去弄那个。其实这个是这个宝石也不错，可是我是换不到，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错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剩八个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换这个咯，因为这个不好拿到，每人还是要点的。对于无氪玩家来说的话，每人可以尽量点。然后两个的话就换这个，因为这个真的很缺，匠心石真的很缺。好的，以上是目前呢，月世界分享一下，轻松版，然后愉快版的这个繁星闪烁的活动的最后结束部分了。那今天其实是我生日，那也在这里就祝福各位哦，可以心想事成。那也请各位祝福我生日快乐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